这是什么情况？不是，你是干嘛？听你不上啊，都是我办公室人。不是，大小姐，我是这边干临时工的，又不是我的店，你这不是给我增加工作量吗？好像是啊。哎，那老板，你都别吃了，回去吧。别，不然老板以后赶他们走呢，我工作不是没了？我真是服他了，大小姐，你的花甲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微信跟我说一下不就行了吗？非要跑一趟？哦，好吧。今天的吃的好好看呀。那个。我来吃饭了。啊，你坐吧，坐吧。那个啥，你们今天吃啥都点，算我的，好吧？我请客。不过你那个刚才叫我来捧场的，你自己买啊，我买不起。那个不用你管。好了，那我给你拿餐巾纸。那个大姐，我就先下班了。小伙子，你看你来的时候，我生意都好着了。你身边有没有做兼职的？这个没有啊，这个。老板，可以可以。你们闹什么？没闹，我认真的，我也认真的。那大姐，我先下班了啊。再说吧，现在烦死了。静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问了小七他们，他们说你现在在干跑腿，准备打电话给人家在等你。哦，那先进来吧。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没多久。没跟我说，开车说。哦，我平时没事闲着，我就买过来看看，学点东西。那你找我啥事儿？嗯，你待会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？我那个等一下休息一下，我还去大排档兼职呢。你兼职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不是，我要你钱干嘛？啥事啊？你说呀。很重要的事。到底有多重要的事？行吧，我请个假。静静，你干嘛？别问那么多，听着我行。神叨叨的。胡总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阿坤。啊，你好，胡总，你好。小伙子，静静说你很不错，销售能力很强嘛。什么情况？俗话说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还得感谢你愿意给阿坤这个机会。哎，静静推荐的人呢，我肯定是相信的。来喝一个。啊，那就感谢吴总。哎，那怎么喝？没事吧？那个，你咕噜咕噜喝那么多，我都明白啥情况啊。你不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吗？我给吴总推荐一下你，他们公司还不错，你可以去他们的市场工作。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这是才联系上呀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原来是给我介绍工作。那个，之前谢您好意，但我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这不比你干跑腿干兼职好多了？不是，我后面有我自己的计划。行了，我知道，我肯定跟他说的。那不负你好意了。没事，尊重你自己的意见。哎，好。一个星期没见，就感觉哪里不一样了。有吗？是不是更帅了？你呀、啊，这张嘴厉害、啊。跟你讲了，胡总。你不是刚回来吗？要去哪儿？我回来就是见胡总啊，见完他我也再回去了。不是，那我送你吧。嗯。哦。